生儿
一个郎，二但是我人无一好，准备着乔装改扮如此朝，但愿得让你乱着龙宫龙宫龙，此去杀贼将行抽偶包官叫他天王回回踏踏无处逃。郭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，也就没能当成烈士。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鬼子的手雷拔了环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。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，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让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，就不是臊死你。小子，你告诉他。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。摸门儿，让他够，太君把他交给我，不行镇住他。轿子，你不是咳嗽了吗？不是是伤风了吗？老子给你好好靠他啊，罚、哎、老子不在乎，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。お前も我がここに入るなんて、なんでこれだ。那是太君的宝贝，嘿，那是观世音菩萨，是我们中国的宝贝，你们都是贼，全都是贼。太君，一会儿他就不再自称自淫了。另外，据我估计，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。那么大、那么沉的东西，是魔法过河的。要运进山，必须走那座老石桥，而那桥一直又被咱神师守着。我看，你不把桥给炸了，断了八路的后路，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。你咋到这儿来了？我们儿童团的地道，我从刚挖到这儿。咋样，叔不舒服吧？哎呀，舒服啊，好舒服啊。少再少。
Thank you.
枪怎么使啊？我怎么打不着呢？用这儿对准这儿，然后再对准鬼子，扣这儿。八戒，你还敢骂我？我就是教你骂。战臣，把锅烧了，我帮你。八戒，好嘞，大勇，好嘞，我在那边火腿子。大家可别理我，来了黑头大爷过来，这是太君，
小孩，那里有水，有水的地方都有八路了。如果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哪里有西瓜。西瓜，在那儿。Woo!